哪位？啊，这位。 如果你想。
awesome. ，您上舞台和在舞台底下和您拿不拿奖品是完全没有关系的，因为现在不是我选了，我要交给我们的模特来选了。你来随便选一位吧，您选哪位我就把奖品给他。哪位？啊，这位，好，您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座椅的名字叫什么？哎，更厉害。回答完全正确，奖品送给您，谢谢您。好了，接下来是您的自由赏车时间，您有任何的疑问，请和您身边身着灰色套装的用户主理人取得联系，他们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，请。